台中池上呢有一间大池豆皮店，另外一间就是福源豆腐店。那我去吃过大池豆皮店，那福源豆腐店我没有吃过。那反正这一次想说，那就特地跑来池上，我们来吃吃看福源豆腐店。这后面那边那间就是，看起来好吃哎，好吃吗？很烫，我还没吃到。现炸的芋兰好吃吗？很烫，看起来很烫。它是嫩豆腐，嫩豆腐。有臭味吗？好像没。它是香豆腐啊，不是臭豆腐。对，哎、欸，你收不到一，可是很好吃。吃完了，很好吃，人也很多。不要假日来了，假日来的话人太多了。来到台中海滨公园，怎么可以不吃黄记葱油饼呢？我们去海边看海，一边看海一边吃，那一个40块。很好，我觉得很酷的是它里面就是有加九层塔，就是一般葱油饼可能是没有的，所以就是没事的时候都会吃一下，但有时候排队啦。那你看现在其实因为它原本位置在整修，所以它现在就是移到这些庙旁。原本的店在往前走50公尺，就是难得就是没有排队，可能是因为平日啦，所以都没有排队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海边，一边看海一边吃喽。Go go！ 来到台中森林公园的旁边的海边，远远的有一颗岛屿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岛屿？那个就是绿岛，就几年前曾经过去过绿岛，后来好久没去了。来了，刚好今天来的时间啊，不可以给他们吃哦，这个有葱。来吃。好吃，芋兰都已经吃完了。好吃，好快。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加韭菜吧，看起来好像。它是加九层塔、欸。你好可爱哎、欸哦。加九层塔一点，可能是对不到焦。台中的第三天，我们今天天气变得超好的，海超蓝，真是上天眷顾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哎、欸，好蓝好蓝。那福源海湾在台十一线旁边，所以台九啊台十一线旁边。所以如果经过的话，右手边可以稍停一下。天气好的话，真的是海超蓝的、欸。你看台东的天气落差很大，真的是刚还在好天气耶。我要冲去找阿乔。我觉得我们真的很 lucky， 人家无聊还踩人家。耶耶耶耶！干嘛？不要那么近！好蓝哦，那个海真的是至少比第一天的时候来的蓝。对啊，我们第一天都灰色的。对啊，整个视觉都灰的。然后昨天是变亮，对、啊，但还是灰的。对，就是深灰跟浅灰。今天都变蓝色的了。我现在来东港的华侨市场吃生鱼片，我已经吃完了，但是还有一个人就是，真是太饱哎、欸，真是太饱。我现在好好享受，哎、欸，这个画面里面我整个脸不行哎、欸，你不能给我剖、喔，我是杀人、欸，不是影片一部分呢、欸，我要杀人，3秒快速带。你信不信你的第一次影片被检举下架，就是你朋友搞的鬼？我会把他打马赛克，就是我。完全警告他。对。我看你可以吃多久。你们最好是让我慢慢吃饭，等一下我真的会吐在车子上。不可以哦。如果有那种深蓝之者去看，就说你爸爸是。哎，
就原谅。哎、欸，这都不可以剪呐、啊。好了，我们吃完生鱼片也逛完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趟台东三天两夜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们准备要回家了，是一个简单的小旅行。那这样喽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帮我按赞分享哦，拜拜。